每个人都有喜欢的颜色吧，他自己喜欢就是你不喜欢的人，你就会觉得他不好看，你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这个颜色哇好好看，这个对吧？是录播啊，哪个是透明的白色袜子？透明的白色袜子，你说比较透的话，没有全透明，就是没有那种很透很透，透到看不到白色的，那你还不如，对吧？把自己皮肤弄得白一点，就是还比较透的白色的话，有那个星辰的乳白色，星辰系的乳白色，还有极光童话的白色，还有极光的乳白色，就这几款的话是比较透的一个白啊，还有那个爱丽丝的白色，樱花童话的那个白色。都是比较白的，就是都是比较透的一个白色，这几款，还有001童话白色可以去看一下，极光白色比较自然一些，就是乳白色会比纯白色更加的贴肤一点吧，颜色会更加接近肤色一点。这个是黑色樱花童袜，在一号链接。好久不见，还是那么瘦，有吗？看见什么了？白色袜子有啊，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刚刚说的那几个，像樱花童袜、001的童袜，以及极光的童袜和那个极光的乳白色、星辰的乳白色，这些都是有的，我穿的在一号链接。现在换不了白色，要稍微晚一点，因为我们刚刚穿上这个黑色没多久。
情不好吗？没有心情不好，你们都不问问题了。怎么过了个年回来，你们就不会讲话了吗？就没人讲话了吗？年前的时候那么会讲话，怎么过个年就不会讲了呢？开心酒，好的好的，行的行的，对，鞋子有点大。七号珠光款什么时候可以看一下？七号什么玩意？七号金角大王，等会吧，等会我看一下啊，一点半给大家换那个七号链接，金角大王。金角大王里面的话，现在只有三个颜色了吧？有金角、新年红跟蓝角三个颜色。中午好，中午好。眼睛又大了。有吗？为什么会眼睛变大了？马丁靴没有哎。贴双眼皮，别理他，你是最好看的。给大家穿吧，不要着急啊你们，因为等会还有像金角大王什么的，后面还有主播的，我们一天的话基本上链接里面的所有款都会试一遍的，不能说每个主播都给你试一遍吧，至少三个主播，就是两个主播，我们会把所有的链接都试完。然后已经讲解过的款式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回放啊，有一个看讲解，
你们打开那个左下角那个购物袋，然后看讲解就能看到了。晚上的话 VV， 然后还有一个新主播。中午好，中午好。不能都是我，能都是我试穿吗？可以，但是我如果说都是我试穿的话，那我几乎没有就是时间给大家讲解你们问的问题了。其实我们每天都是有回放可以看的，如果你特别着急的话，可以先去看一下那个前一天的回放。怎么不是你带的新主播？这个新主播他自己就是这个，不是说带不带吧，自己熟悉产品啊，只是我们在这个星期的话可能会跟我们先一起播一个星期，然后下个星期他就自己播了。我不知道新来的主播我都没见过还，因为我这几天都休息，而且应该也没有还没来过吧，然后我也不知道。这个不是带不带好吧，他自己会熟悉的。对，咪咪不直播了。你们这个问题是相当的多，直播间里面还是挺暖和的，就没有很冷的那种。我刚来的时候还挺冷的，今天。有零度穿厚一点的那个，黑透肤的袜子吗？你说的这个又要。就是零度可以穿的，又要厚一点的，又要透肤的，你不觉得这个有点矛盾吗？你可以去买那个黑色的光腿神器，你看一下有没有，鞋子是不是有点大？对啊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鞋子，我们公司的鞋子给我都是有点大的，说实话，没有一双是合脚的。是有点矛盾，对啊，就是这句话讲出来就有点矛盾了。维纳斯那一款不是现在还没有上吗？现在已经还没，之前不是下架了，然后还没有上，他要等补到货了才上，然后暂时的话还没有。可以预定吗？我们店铺不接受预定，不接受预定。等上架之后，你自己去拍就可以了。怎么提前看看效果？没有，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某博，就是官方号，肯定有小姐姐穿的上身效果。谁在
这些仿版很多，那你就等等我们正版吧，等我们后面重新上，等我们重新上。有新品吗？最近？二月份应该没有吧？二月份，因为二月份已经上过新款了，三月份应该会有新款的。不要着急，我每个月不是都有一次上新吗？最近有新品，我还真说不来，但是三月份肯定会有的。三月份也不久了呀，你看现在都二十几号了，差不多也要三月份了。二月二十二，对啊，这不是快要三月份了吗？休了啊！你还午休啊？真好，有午休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。那一会儿过来看，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的话，你们可以不录这个蕾丝边，只录樱花，然后也可以录樱花，不是，只录樱花不录蕾丝边，也可以录出蕾丝边啊，就是穿出来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你可以就是樱花跟蕾丝边都不录。新进来大家先把关注点起来。捕捉一个黑天。挡脸了，因为它这个放的比较低。年龄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？问年龄。什么叫长又换回来了？什么东西长又换回来了？腿长多少？腿长一米八。对啊，刚刚那里可能卡住了。我这边也卡了。
暗巾确实很好穿啊，暗巾。如果你喜欢丝滑的哑光款，其实就是暗夜啊，像柔情啊，还有001重情这几款都是非常就是舒服的，非常丝滑的首选。然后如果说你能接受油亮的，其实像暗金，然后还有那个极光也是很舒服。你们新进来的先把关注点点，对，我去倒个水，倒点开水喝一下。